教育不分国界，随着科技革新拉近全球的距离，跨国跨领域的学习和交流就是全球教育的趋势。那么如何帮助台湾学生用最少成本跟其他国家大学生有所交流，用的方法就是校际之间签订备忘录。日本に一番近い国は台湾であり、中国であり、韓国であり、まあ、そういう意味で今回、近い友をですね、得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と、本当に、喜ばし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。慈济技术学院访问团一行九个人受邀访问了日本爱知学权大学，也在爱知学权大学100周年纪念签订了合作备忘录。这也是该校首次和台湾的大专院校合作，未来或促进学生、师资以及研究上的跨国交流。